啊，请起立。各位学员吼，我相信今日可能有真侪人捌这个郑志才先生啦吼。郑志才是啥物人？你敢知影？1970年啊，去枪杀蒋建国迄个人啊。所以这喂，喂，喂。喂，啊，会使，你换试看嘛，迄支。好。我怎啊换？郑志才先生吼，伫1970年的时阵哦，去枪杀蒋经国迄个人啦，暗杀啦吼，啊。差一丝仔尔，10公分尔。啊，若去互伊拍着吼，今日历史改写，咱免提到遮啦。所以咱非常的欢迎这个郑志才先生哦，来讲伊的历史，互咱大家听看卖。伊当安怎拍拼，真正伊是我心目中内底吼的英雄第一名，无人会当甲取代。来，用热烈的鼓掌来欢迎。各位咱民政府的学员吼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真感谢啊，秘书长安尼甲我保障安尼吼，害我安尼真欢喜，精神拢来啊吼。啊，即马是3:30，照讲3:30开始吼，应该是差不多要独孤上好的时间吼。啊，各位也真辛苦啦吼，天气遮尼啊热吼，是讲还阁袂歹吼。啊，咱头壳顶还有电风吼，啊，即马地沟盖也袂歹啦吼。当开始是无电风呢，吼啊，讲了吼，一领衫拢安尼会使浸的拢有水的吼，吼那三温暖安尼吼，啊，即马还算安尼袂歹啦吼。所以民政府是有咧进步，吼啊，进步了阁真济安尼吼。啊，我是本来吼。第八届都要来啊吼，啊第八届拄拄啊，我伫台北市即个孙文纪念馆吼，即个美国人孙文啦吼，有一个纪念馆吼，啊中国台北政府讲伊是国父啦吼，啊伫遐有一个我办一个我游画的展览吼，啊所以有两礼拜吼，啊所以。顶届我无法度来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特别有甲这个咱秘书长请假啦吼，无法度来吼。啊，各位嘛无法度看我的展览呢吼，啊，所以我有摕一挂迄个一摆展览的 DM 来吼，大家就少会当了解吼。啊，我过去虽然是业青的吼，但即马我嘛会用业笔的吼，即马是业笔的安尼吼。啊，这个秘书长伫一再咧交代吼，看啊，你1970年这个市长的代志，你来介绍啊吼。哦，咱较侪台湾人来了解。喂，够消音吗嘞？哎，这不是国民党在用哦吼，这哎，无啦，甲咱消音咪吼。有啊，哎，安尼这国民党唔是啦哈，这是咱的机器，即马后摆机器还阁买新的哈，啊，就无这个问题啊啦哈。啊，我是台南市的人哈，啊，细汉到我大学毕业，拢伫台南市啦哈。啊，我读的是建筑的，哦，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哈。啊，我大四的时阵吼，
因为我的学校里面哈，这个我的设计啊，我的这个美术课拢袂歹哈，啊，所以有一个大学教授咧教水彩的哈，叫做马殿辉啦，姓马的哈，伊这中国来的，啊，因为中国来的哈，袂用骑脚踏车咧哈，啊，所以三不五时啊，我就载这个教授哈，出去外口写生啦哈。啊，所以后面袂歹吼。啊，有一天吼，伊就叫我去讲话吼。啊，摕一个表要我听嘛咧吼。伊讲吼，这就是要申请加入国民党的表吼。啊，你即摆若加入国民党吼，啊，有真侪好处吼。你即摆若要出国，哇，真方便吼。啊，将来要找头路。啊，足好找头路安尼吼，好处真济就对啦。啊，我迄阵真单纯咧，我就讲奇怪，啊，你加入国民党好处遮济吼，啊，若无加入的人无，拢无好处呢，拢歹处呢。我想想，安尼嘛唔对咧吼，我怎个固执啦吼？怎无固执要甲填迄个表吼？啊，结果呢？我煞奉予这个省代点名做记号哈。本来这个建筑会系主任甲我讲哈，你即马啦做兵了哈，啊，当来下令来做助教。哦，啊，我迄阵就真欢喜咧哈。1960年代，我是1959啦哈，毕业的哈。1960年代哈，头路真歹找。吼、哦，毕业你讲要找一个头路无简单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有法度等于成大做助教吼，啊，当然是有一个头路啊。啊，所以我做兵了吼、哦，啊，我是做海陆啊吼，迄阵的海陆啊，我做头啊一年过两个月呢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是做兵内底真济吼，食足济苦啦吼、哦，啊，做兵了就走去建筑系去报道。吼、哦，啊，落去做做教，我教两礼拜了吼，迄、哦那个学校的这个教务处吼、哦，就叫我去吼，讲、哦、讲啊，你袂使做做教安尼啦吼、哦。我讲奇怪咧，啊，你连伊叫我会使，啊，连伊叫我袂使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到尾我较了解吼、哦，是因为伊摆拒绝加入国民党吼、哦，所以袂使做做教安尼吼。啊，所以。我就包好啊，款款的哈，就离开台南市哈，去了台北哈。啊，这我是第一摆哈，离开台南市来到台北。啊，我个想起来就讲奇怪嘞，你一间大学哈，一个小小的助教，都爱加入国民党。啊，你个想，一个教授，一个副教授，一个院长，一个校长。敢毋是国民党诶？啊，无伊哪有可能去做迄个职位？啊，所以我想，哦，啊，这足厉害啊，吼、哦！就是教育一间大学内底吼，你教职员差不多全部一定爱国民党。啊，这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哦。啊，你去到其他台湾各地的大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足厉害啊，吼、哦！全部一定爱是国民党诶。啊，所以我来。台北了吼，拄拄啊，迄个中立有一个中原大学吼，较早叫做中原理工学院。啊，遐拄啊要成立建筑系吼，啊，所以需要助教，啊，我就去遐做助教安尼吼。啊，因为伊这个系刚成立吼，所以一挂教授拢伫台北开业吼，啊，剩的时间较去好好教书。啊，所以我是做到住伫迄个所在吼，校长兼校长安尼吼，差不多学生有代志拢来找我就对啦。啊，迄当时1960年代吼，即个大学生吼，大家一心一意就是讲，希望吼毕业了有法度出国，吼、哦，不管你去美国也好，去日本也好。啊，去迄个南美洲也好，你会当想办法离开台湾哦，就是要离开台湾吼、哦。迄阵是普遍的想法啦吼、哦，
就是要脱离台湾，因为台湾受到国民党这种统治这款控制吼，大家非常苦闷，会当离开台湾哦，特别离开吼。啊，我迄当时就是开始申请美国大学的这个入学，这个入学就对了吼。啊，结果我申请到三间大学吼，啊，其中一间大学伫 Pittsburgh 吼。在宾州的 Pittsburgh， 啊，伊给我这个全部的奖学金吼，啊，包括呢注册啦吼，啊，住宿舍啦、食饭啦，什么吼，啊，拢给你包了对了吼，我真好啊吼。迄当时1960年代，大家经济还阁真歹呢吼，啊，讲会当出国，啊，阁会当去遐读册，哇，这有够好的啦。欸啊、但是问题是你讲台北甲美国真远呢吼，我们用走路嘛未到咧吼，收水嘛未到咧吼，你一定要坐飞机啊，啊你还是坐船啊，啊这飞机票阁无俗咧吼，啊但袂安怎？啊所以，阮家来讲，阮老母啊就是讲吼，啊这兄弟啊遐济个吼，啊这个。我是第三个啦吼，我顶关有一个阿姊，一个兄哥吼，啊算第三个。我这个囡仔我都出国啊，真好啊。啊，所以我老母啊，就将伊个金手指啦、金破链啦吼，白白就提乎我嘞吼。讲你这提起高雄的桥仔头吼，我一个阿姑吼，伫桥仔头咧开金仔店。伊讲，遮个金仔你摕去卖吼，啊卖较去即个买机票安尼吼，啊所以我会记讲，迄当时就等台南吼，坐公路局个吼，啊就坐去到桥仔头吼，啊去换现金，啊转来买机票安尼吼，啊即就是迄当时吼、啊、要出国个情形吼，啊就是安尼。啊！迄当时诶，即个出国诶台湾囡仔吼，拢坐包机啦，吼、哦。那伊讲，坐包机一定是好些人甲坐包机，毋是咧？学生啊，拢全部坐包机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阮迄站迄台飞机全部即个留学生吼、哦，飞机飞离开松山机场吼，吼、哦，大家心内是非常诶欢喜，讲。啊，有法度离开台湾安尼吼，离开国民党的统治吼，啊，去到美国吼，一本车轮牌吼都无效啊吼，所以阮大部分去到美国吼，一本车轮牌拢拼死角啊，都准备决心无要转来安尼吼，啊，当然是这是迄当时的想法啦吼，啊，这个想法不一定足正确呢吼。因为真多即个流亡来台湾的即个中国人吼，因的子弟吼，有的真多读了，当然有的留伫迄边啦，有的真多拢拼倒转来台湾，拢转来台湾卡位吼，啊，真多重要的即个职位，拢因拢先倒来渐渐去吼，啊，咱即个台湾人啊，无要倒来吼，所以点倒好咧，也为拢因渐去咧吼，啊，所以。我伫1962就离开台湾吼，差不多62要到40几年前啊啦吼。啊，真趣味就是讲，我等松山机场吼，直接飞去到美国的西部吼，西雅图吼。啊，西雅图，迄当时我伫中原咧做助教，啊，伊一个教务长是美国人吼。啊，我是要出国去有去个三时啦吼，我是讲我着要出国留学安尼吼，啊个三时，哇，伊说真好嘞呢吼，伊讲伊西雅图吼有一个朋友，啊你若去到西雅图吼，啊你会当去找伊，啊去住伊个所在，啊所以伊甲写一张推荐批吼，啊我着摕着即个批吼，啊去到西雅图安尼吼。啊，咱知影伫美国的大都市吼，市内大部分拢是办公的所在，住伫市内人较少，大部分
这个中山阶级的吼，拢住伫郊区，哦，市内的郊区吼，啊，一区一区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找去到这个住址吼，伊嘛是一个郊区吼，啊，伫迄个差不多有山坡安尼吼，慢慢爬起哩吼，啊，我迄当时是出国吼，迄阵时第一摆出国嘛，戆戆咧。挂一卡行李落大脚的呢吼，所有物件拢个钱落就对了吼。啊，伊当时的册，哇，讲美国册贵啊，啊，台湾足侪盗版的啊，所以话买足侪册拢钱落去拖浪裤内底吼。哦，啊，逛啊平平喘的吼。啊，找到这个住址吼，哇，真欢喜啊！电影都找啥物个试啊嘞吼，试几部，哇，无人嘞，啊，内底个暗暝蒙嘞吼。哇，我一声歹嘞吼，啊，来到西雅图啊，咧逛这个土浪谷搭大卡，啊，即马是要对，啊，万唔知要对大嘞吼，哇，好个一个人安尼塞车过，啊，看到我伫遐咧饲电铃吼，伊佫塞了转来，佫哭了转来，啊，就甲我问我，啊，你是要找啥啊嘞？我无找这主机的主人啊嘞，伊讲无啦，即马无人伫个啦吼。今仔是美国的 Labor Day 啦，吼，劳动节吼。美国 Labor Day 是放假，大家拢放假去佚佗啊。我话我即下去啊，逃去啊嘞吼。我当要安怎？这美国人个有够好，伊讲啊，你免烦恼，你来带阮兜安尼吼。我哇，即下拄着贵人啊嘞吼。哇，伊怎啊带伊带因兜？啊，因兜嘛，大家拢去度假吼，干那村里一个人来顾厝啦吼。啊，所以就甲安排住个所在。啊，我迄阵出国个时阵吼，撸一个三分啊头个吼，啊个乌大山安尼吼，伊看我咧营养不良吼，我着煎一块牛排要我食呢吼，好好啊，真赞个吼，即嘛一生第一摆食牛排呢吼，我刀啊切嘛夹个着甲切落安尼吼，哇，要是话牛排坏咧，拢坏咧。哦、我一声歹呢吼，牛排好食是好食，只花是变怎吼？到尾无法度呢，挂花嘛爱吞呢吼，人个好意啊吼。哦，我嘛甲讲好食好食吼，好啊。到尾呢，我就甲讲我来西雅图主要吼，因为我是学建筑的，啊，西雅图伫1962年吼，拄拄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博览会吼。啊，各国拢有即个代表性的建筑物吼，伫迄个博览会内底，啊，我就去啊吼，去参观即个博览会。啊，伊讲无问题安尼吼，伊就透早啊载去门口，啊，约一个时间下晡时吼，看他几点，4点还是5点，伊就过啊载到倒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伫因家吼，住差不多4-5天吼，去看即个博览会啦吼。啊，4-5天了吼，我就爱去学校吼，啊，准备去学校要开课啊嘞吼。啊，迄阵毋知影我西雅图西部吼，到美国的南部迄边吼，迄、那个宾州吼，我是要去宾州的 Pittsburgh， 宾州是较挖这个 New York 啦吼，伫这个美国的东岸这边啦吼。我是讲诶。啊、我准备，伊甲问讲你要哪去？我准备来坐迄个古里汉巴士吼，迄、那个飞国号的吼、啊，啊，去到迄个所在，哇，伊就海头嘞吼、啊，哇，古里汉巴士佮飞机到遐，诶，拜托个啊，迄、那个5-6天嘞吼、啊，你要安怎去到遐？我想想讲，诶、欸，第一省钱嘞，吼、啊，啊，第二个有法度观光嘞吼。啊坐巴士那观光啊，袂歹啊！啊，伊本来就叫我坐飞机咧，我讲啊，坐古里汉巴士好啦吼、哦。啊，伊就甲载去古里汉巴士吼、哦，去坐巴士。哇，要是话坐差不多吼、哦，比较我会记头5枚5字来写吼。坐到呢吼、哦，车是有换车啦吼、哦，人是无啦，拢直直走了对啦吼。哦啊，无休困哦，啊，无住旅馆，拢伫车内困啦吼。啊，你着食饭时间，伊甲你停伫车站啊边啊，着有一个食饭的所在吼。啊，咱拄拄去美国吼、
英文嘛无偌通咧吼，伊个 menu 啊菜单咱嘛看无咧吼，啊看人咧排列，咱还排列咧吼，哎，头前迄个都看点车，我哎我就是要坐安尼吼。哇，四五天落来吼，去到 Pittsburgh 了吼，嘴啊发炎啦，喙齿肿起来啦吼，因为啊无青菜咧，拢食遐有诶无诶咧吼，哇真艰苦安尼吼，啊所以咱毋知这地理吼遐远啦吼，诶、欸，啊所以去到美国了，因当然即个学校真好吼，因有安排。即个留学生免啊安插，要去对大吼拢有吼。啊，我1962到美国63了吼，啊，我就接到即个台湾青年吼。即台湾青年就是伫日本东京出版的吼，就是台湾独立吼即个运动的即个杂志吼。啊，所以即台湾青年嘛真牛吼，啊，知影阮即个留学生。哦，去带你对哈、哦、啊，这个台湾青年都收到哈、哦。啊，当然，迄个年代啦吼、哦，收到这物件吼，啊，真欢喜吼、哦，啊，真惊吼，叫我方拍报告咧吼、哦，你看这大刀的物件吼，啊，有个人拢唱到真爆卡吼，啊，唔敢让看到安尼吼，啊，我就看看，啊，渐渐了解。台湾的历史，台湾的情形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去找其他的册，啊来看迄个美国较早吼，带、哦、来台湾的一个官员哦，George Kerr吼，伊写这个《Formosa Betrayed》吼，被出卖台湾吼，较了解讲，当时二二八是安那台人吼。哦啊，台湾人死偌济吼，啊，较真正了解吼、哦，啊，原来台湾是受即流亡政府的中国人的统治吼、哦，啊，了解即个代志，啊，所以我就因为了解台湾的情形，啊，所以我就参与即个伫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吼、哦，啊，这是1963年啦吼。哦早期的台独运动，伫迄、那个啊纽约的费城吼，费拉达菲亚遐开始吼，啊有五个即个台湾人做即个台湾独立运动的组织啦吼，啊一直到即个1970年吼，迄、啊、当时蒋经国伫台湾，伊阿个是行政院的副院长。吼、哦，啊，佫毋是院长吼、哦，啊，迄当时诶严家淦那时候是行政院长还是啥吼，我袂啥记啦吼、哦。啊，蒋介石就是准备即、這个要让蒋经国来接班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想办法佮送去美国吼、哦，啊，提高伊的身份啊来接班安尼吼。啊，咱了解即个海外台独运动吼。哦拄啊开始就是伫日本吼、哦，日本的这个廖文业博士吼，啊，这个苏明先生吼、哦，啊，个这个王玉德先生吼，因、哦、伫日本从事这个海外的台独运动，啊，渐渐呢，啊，这个伫美国的留学生啊，开始组织这个台湾独立运动，啊，因为出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吼。哦愈来愈多，啊，所以这个独立运动的发展呢，伫美国超过吼、哦、这个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美国渐渐呢，即运动的重心刷来伫美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伫1970年蒋经国来到这个啊美国的时阵吼，伊、哦、所教的所在拢受到。美国的这个台湾留学生的这个示威抗议啦哈，但洛杉矶开始一路哈，拢有这个美国留学生的抗议哈，啊，伊来到这个华盛顿 DC 哈，啊，阮这个美国的台独运动哈，有该这个做一个示威哈，伫美国的华府哈，啊，示威啊了呢。
伊来到这个 New York City 哈、哦，啊，伫这个 Hotel Plaza 哈、哦，伫这个旅馆内底，伊伫四月二四，伊伫遐有一个演讲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演讲呢，阮就事前就拢知影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就准备要甲伊开枪就对了哈、哦，啊，当然。这个在世界、哦、台湾留学生四国、哦、都有这个想法啦、哦、说、欸啊、在台湾没办法从事这个暗杀的、哦啊、这美国照说是 比较容易比较简单这样、哦啊、所以我就有这个想法、哦啊、我又去找这个、啊、我当时我一个姑啊黄文雄、哦啊，伊就是伫纽约这个康奈尔大学咧读这个博士吼，迄、哦、当时就是含这个李登辉共学校吼、哦，啊共迄个时阵吼，伫遐咧读册吼，啊伊愿意加入啦吼、哦，啊佫另外佫一个姓罗的吼，罗、哦、文雄吼、哦，都加入吧呢，啊所以伫迄当迄迄一天吼。哦在四月二四的前一暝，啊，阮就开会，哦，当然事情有足侪准备工课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一暝就是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四月二四伊到纽约，啊，到底啥物人要开枪？吼、哦，总唔免讲吼，三个总开啊，吼、哦。你若讲要死吼、哦，一门枪伊就死啊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决定爱一个人开枪，吼、哦。哎，当时因为咱讲要刺杀一个人哦，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人哦，当然讲真简单啦吼、哦。啊，你讲哎，要要你开枪，要靠迄扳机的时候哦，哎，迄、那个相当的迄个决心吼、哦，啊，相当的勇气，你才开落去啊，无开袂落。啊，所以迄当时开会的时阵，嘛，大家心情真沉重呢。这门若开落去吼，不管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吼，啊，你的种种拢受到真大影响啦吼，你的人生可能会改变啦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大家点点吼，啊，到尾我就讲啊，无由我来开啦吼。啊，我安尼讲的时阵，吴文雄啦吼，伊是我的舅啊，伊讲哎，袂使袂使。因为我已经是结婚啦，啊，佮有两个囡仔吼，伊讲安尼唔好，安尼牺牲上大吼，伊讲由伊来开吼，伊、哦、当时也袂娶某吼，啊，无结婚无囡仔，伊讲伊一个吼、哦，一个来开安尼，啊，所以迄天就决定讲伊来开枪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四月二日透早吼，啊，阮就坐。我黄文雄吼，啊，甲这个黄锦美吼，坐这个蔡同英的车啦吼，啊，就驶落去这个旅馆啦吼。啊，当然后壁还载一挂迄个要游泳示威的迄个牌啊啦吼，拢载落去安尼吼。啊，当然这个计划吼，阮是无甲蔡同英因讲啦吼。啊，但是我相信伊知影，吼、哦，伊知影有这个代志吼。啊、所以伊讲放了了吼，蔡同英就离开啊啦吼。啊，当然伊即卖讲法就是讲，伊驶去中央公园啦吼，要找停车的啦吼，找无停车都踅几步啦吼，这是伊的讲法啦吼。但是我的讲法就是讲，伊知影会发生代志吼，所以伊无来参加啦吼。啊，吴文良因为伊要开枪，啊，所以伊就先入去这个。旅馆内底吼，啊，伊当时吼，这个旅馆的迄个老米吼，大厅吼，哇，拢是政治人员，吼、哦，这个纽约市的便衣警察，穿最好的警察吼，啊，个纽约州的便衣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穿最好的吼、哦，啊，个这个蒋经国本身扎起的，吼、哦，十几个保镖吼。哦哇，一群人足济就对啦。啊，黄文雄就是藏伫遮个政治人员内底，因为政治人员拢无共单位来个啊，所以互相嘛无一定有熟识啊，吼、哦。
啊，所以伫这个头大概十二点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乌头车我慢慢就驶来哈，啊，来到这个Hotel Plaza 的大门口哈，啊，这个车门开，啊，交警哥就出来哈，啊，来慢慢行向这个啊旅馆的大门哈，啊，大门哈，伊有一个旋转门哈，伊个旋转门安尼哈，啊，伊特别到这个旋转门的时阵哈，吴文良就开始开枪啊，因为伫人群内底哈，伊手举起来就要开啊哈。啊！但是徛伫黄母娘个边仔吼，警察啦、啊，警察啊，把尾摔着讲，哎、欸，有人手举起来吼，要准备要开啊。怎啊？这个警察呢，将黄母娘个手吼，怎啊？甲弄单顶关去吼，啊，所以穿开吼，拄啊离这个将军个头壳头20公分，弹无着安尼吼。啊，弹无着了后呢，警察。将吴母娘就一声刺在涂骹，因为警察人真大汉，吴母娘人较细汉，刺在涂骹，啊，即要刺在涂骹，枪声响哦，哇，乱糟糟啊啦吼，四五个就将吴母娘个刺在涂骹吼，啊，我徛伫即个旅馆的门口吼，听着枪声吼，哎、欸，我嘛装瓦去咧吼，结果我叫警察猫一个吼。昏去，用个擦裤甲抹一下吼，昏去吼。啊，吴母娘饲在涂骹，啊，用饲在涂骹，伊人细汉吼，伊怎啊等警察的迄个脚头，迄脚吼，怎啊翻出来安尼吼，怎啊徛起来就对啦。伊讲让我徛起来吼，像一个查甫人安尼吼，伊就用英文就对，伊讲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。讲啊真大声嘞吼，啊所以伊安尼讲一声吼，哇报纸拢个报一个吼，啊当日呢，就是伊吴文良甲我吼，警察怎啊将阮两个人怎啊扣啊吼，就直接将阮两个抓去派出所啦，吼都扣啊起来，啊迄、那个蒋经国吼，伊就穿开了怎啊打入去迄、那个。旋转门内底安尼吼，啊，听讲伊个保镖吼，哦，嘛走啊，等那个纽约第五街啊，唔知要走去倒啊，哦，我那真惊了对啦，啊，所以这个代志都无成功吼，啊，无成功，最后阮两个都和这个纽约市的这个法院起诉，吼、哦，以杀人未遂起诉了吼。啊，尾仔阮看转来台湾了，看一寡即个外交部的资料吼。迄、哦、当时呢，啊，国民党驻纽约的一寡官员吼、哦，就直接去找即个美国检察官，啊，要求讲袂使将阮两个人放出来安尼吼。啊，美国检察官讲，哎、欸，这法律就照法律行，哎、欸，袂使讲，吼，恁讲袂当。放人就袂当放人吼，啊，到尾啊呢，伊讲啊哪呢吼，伊就将迄个保释金吼用较悬呢，我因无法度啊交保安尼吼，啊结果呢，阮两个人的保释金吼，伫1970年代是加起来20万美金啦，吼，啊伊当时是1元兑40元吼，是相当大的钱吼，啊台湾的留学生。大家三比比啊，那有可能讲吼、哦，去轻资20万来将阮报出来吼、哦。啊，但是这个刺奖的代志吼，这个消息呢真紧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全世界在啊，伫海外留学生吼、哦，哇，大家非常的兴奋吼、哦。啊，都捐钱啦，有诶是一工这个去拍工的钱捐出来吼。哦啊，有个人将迄个因的厝摕起来抵押吼，啊，欠只钱吼，啊，我伫监狱内底互关32天吼，都报销出来安尼，啊，吴文良要关头3个月报销，啊，了呢，伫即个隔一冬吼，1971年吼，开始开庭审判啦吼，啊，审判时呢，因为
当时黄文良开枪吼，啊，互警察抓着，啊，所以后尾去枪，吼，啊，现场安尼吼，所以伊讲是伊开的，承认伊开的吼。啊，我甲讲无，这项我无关的吼。啊，所以就开始犯伊，就开始叫证人啦、啊，有诶无吼，一大堆安尼吼。啊，到尾呢，将我认为有罪，是因为这个枪吼。是这个台独人民的枪，啊，我迄当时呢是台独人民的秘书长吼，啊，我叫这个我下骹的人吼，将这个枪拿来给我啦吼，啊，这个枪是伫迄个美国的南部吼，叫做路易斯安那州吼，啊，伊坐飞机来到纽约州。啊，这个枪是伫美国买的，有登记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知影虾米人买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找到伫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西坦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检察官去找的吼，伊讲哎，啊，你要出来作证吼、哦，这个枪是你拿予郑主宰的吼、哦，你要出来作证，啊，你若无作证吼，哎，你有代志哦，因为。在美国的联邦法律哈，那拿武器越过州的界线哈，都违反联邦法啦，就当个起诉。哇、哦啊，所以伊真紧张啊哈，啊，就出来作证安尼，啊，就一五一十就讲啊，讲伊无时无日提两支枪来给我偌济枪支哈，啊，我甲伊讲，这是要做啥物路用哈？伊拢讲安尼吼，啊，结果这个陪审团了判讲我有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结果黄文良啊，我拢有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法官讲，啊，恁两个吼，啊，无时无日啊出庭安尼要宣判安尼吼，哦、嗯、好，吼，啊，结果呢，要宣判迄一天哦，黄文良啊，我了算啊啦吼，我着走单随电去啊吼。啊，黄文良呢？我看伊是走咱加拿大吼、哦，加拿大迄个方向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宣判伊讲话无人啊，啊，美国制度来讲，你若无人出现的时候，无法度宣判，吼、哦，都无宣判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走伊个水电吼、哦，我到水电的时阵，拄拄啊，迄个疫情吼。平明明先生在离开水电吼，啊，我去住同一间厝吼，同一间房间安尼吼，就是同一个水电的家庭吼，甲阮招待安尼。啊，所以我伫水电无偌久，就去请这个水电政府的政治庇护吼，啊，差不多三个月政治庇护就落来吼，啊，就是甲你发一本迄个旅行证件。啊！你摕一本旅行证件吼，你就会当四国旅行，吼、哦！哇！我当时是真欢喜啊！哇！有这个啊、政治庇护无问题啊！我就公开活动啊！吼、哦！啊！结果呢，美国就阁向水电政府提出哦，引渡条约啦！吼、哦！要将我引渡返去美国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水电甲美国有引渡条约吼，啊，引渡条约唔是讲我美国政府要定这个人吼，啊，这个人抓起来就会当送吼，唔是，伊得爱个经过法律的定数吼，啊，所以伫水电吼，佮等地方政府，伫伫各个最高法院吼，啊，最高法院的判决讲这个人。会使引渡，还是袂使引渡安尼吼？啊，我伫美水电吼，因为引渡的关系吼，水电政府佫将我扣押起来，我惊我走咧吼，佫甲关起来咧吼。所以我伫水电嘛去关差不多三个月还是六个月，才袂使去啊吼。啊，伫这个审判过程吼，最高法院判讲。最高法院吼有三个大法官啦，吼、哦、啊两个讲会使引渡，啊一个讲袂使引渡安尼吼，
所以两票对一票安尼吼。啊，印度条约真清楚写讲安怎呢？若要比印度这个人吼，伊所犯的这个案件吼，那是政治案件，袂使印度吼。啊，那是伊这个案件干涉到有政治色彩的时阵，嘛袂使印度啊。哦，啊，我这个刺杀蒋经国，这真清楚啊，政治案件啊，那有可能你无代无志去枪杀一个国家的这个元首，哦，啊，不是为着钱，啊，不是为着什么哈、哦，所以这是政治因素啊，照讲袂当印度啊，哦，啊，但是因这大法官有大法官的想法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国际间有国际间大国小国。叫种种的利益的关系吼，爱、啊、印度啊吼、啊，所以最后判印度，啊，所以印度迄天呢，我就伫水电的感觉内底，我就绝食吼，绝食抗议吼，啊，无食无啉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印度迄天甲送去哩飞机顶吼，我就昏昏去啊吼，伫飞机顶就昏去啊，啊，所以。飞机诶，马上离开水电吼，到丹麦就随降落啊，唔敢飞啊吼，随降落去丹麦，啊了就将我送去病院吼，啊但是丹麦政府嘛唔敢处理吼，啊即、這个要甲阿倒等于美国诶两个警察吼，嘛足紧张咧吼，哇、啊、就去找一挂即个航空公司啦吼，看虾米公司有法度去飞吼，啊结果。有一个英国的航空公司讲也当甲飞呢吼，结果甲飞去英国了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无代无就，等水电甲飞英国呢吼、哦，啊我是迄当时唔在人吼、哦，飞英国请起来时吼，英国的移民官吼、哦、来甲讲，哎、欸，即马这是英国伦敦啦、啊、吼、哦，你即马人伫伦敦啦、啊，你知影无？哎。啊！伊讲你入来英国的这个国境吼，无任何证件吼，你是变作非法的移民吼，你要留在英国。啊！伊甲美国政府讲吼，你若要阁定这个人吼，你要阁重新提出引渡的要求啦吼。哇！这下还阁一摆吼，啊！所以我伫英国吼，阁拍这个引渡的官司吼。啊，英国较定真，英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吼、哦、较定真，啊，所以这个官司拍九个月，啊，结果九个月呢，我拢哭伫囝仔内底，袂当伊无要互我交保咧吼，拢伫内底安尼，啊，结果呢，等地方法院拍最高法院，佮拍到英国的上院吼、哦，英国的上院有五个大法官，啊，大法官爱投票啊。到底这要引导唔引导的投票啊？我投票结果呢，三票对两票啦，吼、哦，佫输一票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尾啊，我啦引导安尼吼，所以最后我等伦敦互因引导等于个纽约市吼，啊，纽约的这个地方法院都将我判五年啦吼，判五年，啊，美国的制度就是讲你刑期五年吼。哦你若借三分之，就会当甲你加息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我伫美国迄个关一年十个月吼、哦，啊，就加息出去吼、哦。啊，当时即个瑞典政府吼、哦，有向即个美国要求讲，即、這个人吼、哦，你引渡等于美国，但是有两个条件啦吼、哦。第一个条件就是讲，我若伫美国服刑了吼。哦袂使甲送登去台湾，吼、哦！啊，送登台湾，阮死个啊，吼、哦！袂使送登台湾。第二呢，我若伫美国服刑了，吼、哦，随时欢迎登去水电啊嘞。啊，所以我伫美国，即、這个甲迄、那个假释吼放出去吼，毋、哦、是讲放出去咯，门开去就互你走呢，毋是呢，伊将我。甲掠去美国的移民局，因为啊个我迄当时啊个算作移民就对啦。佮掠移民局，啊移民局佮决定讲，你会当留在美国，还是袂使留在美国？吼、哦，
啊，我就要求讲，我要离开美国啊呢，主动要求讲要离开美国啊，所以就决定就甲送登去瑞典啊。哦，啊，瑞典迄当时我啊无证件啊无啥，直接就入去甲瑞典啊呢。哦，啊，就入去了后，就等那个重新学瑞典文，重新吼，要安那伫迄个所在生存落去吼。哦啊，咱知影哦，瑞典甲台湾完全相反呢。咱这是热个要死吼，啊，遐是寒个要死的吼。遐寒人吼，那像你住伫冰箱安尼吼，哦，温度就是安尼遐冷啦。你出门足冷的吼，啊，伫厝内因为有烧气吼，厝内是袂啦吼。啊，对，伫迄个所在我就。有啦，我啦开始学瑞典文，开始吼，因个国家确实因个制度真好吼，因吼即个新的移民吼，读即个瑞典文吼，240小时互你读，读因个语言，啊你若去读因个语言吼，伊互你最低的薪水，吼，有即个起码薪水就对啦吼，你会当。租所在当食饭安尼，啊，佮有薪水人领吼，啊，所以我开始伫遐读差不多两冬的即个语言，吼，啊，了啊，我即、這个啊，教我瑞典文的老师吼，因人多多建律师，吼，啊，所以怎啊去因人的事务所，去啊食头路一段时间吼，啊，是因为瑞典即个国家吼。真进步，伊差不多伫1960年代、70年代吼，伊所有的即个要住的厝吼，因为迄当时瑞典的人口才700万尔，啊，所以伊的国民偌济人吼，需要偌济主体吼，伊拢计划甲足好势吼，啊，所以拢起差不多好势啊，啊，所以遐建筑师吼。老实讲是无虾米设计的工课啦吼，啊，所以我伫遐做一阵了，就无工课通做啊吼，啊，我就想办法做生意吼，啊，我做生意，我怎啊来做迄、那个啊设计珠宝吼，因为巴黎迄当时是珠宝设计一个中心嘛，啊，真侪台湾人伫遐吼。啊，所以我去巴黎，受到这台湾人啊真照顾吼。伊、哦、讲你物件做你退去吼、哦，啊，若卖了吼，起、哦、来拿钱安尼吼，等于无本的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等下开始做，佫做了袂歹啦吼。伫、哦、遐是做了袂歹吼。啊，但是伫瑞典迄个所在吼，因为气候的关系吼，伊个寒人吼，天气拢乌阴。啊，所以人的心情吼、哦、无好。你差不多早时起来吼、哦，无啥看日头啦。呵呵啊你，你无早时起来日头还袂出来。啊，你下晡时下班吼、哦，日头已经落山啦吼、哦，你看无日头。啊，所以伫北欧还是瑞典吼、哦，因国民的自杀率吼、哦、真悬啦吼。哦我想这项气候吼，直接有关系吼，直接有关系。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吼，我怎啊等瑞典，啊，搁移民去温哥华吼，啊，搁伫温哥华住一段时间吼，啊，搁等温哥华呢，迄个时阵在1991年吼，迄个台湾的这个。叫做动员抗乱时期吼，即、這个条文哦提掉啊，吼啊，所以我若转来吼，都无即个问题啊，吼啊，佮我即、這个啊案件的追诉期30天嘛过啊，吼啊，所以应该是会当转来啊。啊，伊暂时非常少年台湾哦，想要转来，哇啊，所以我就飞去东京。啊，去请签证。啊，迄阵我摕的是瑞典的 passport。我、啊、去到东京吼，伊问我讲，啊，你有机票无？我說有啊，机票还袂买啊。伊讲你去买机票吼，啊，签证就好你啊呢。
我讲哇，这好康安尼吼，啊买机票咯，签证好，我刚去买一个机票，签证就转来，转伫我的 passport 啦吼。当然我的申请书呢，唔是写地主宅啦吼，我写迄、那个含我港音的啦吼，啊所以唔知我啥人啦吼，啊所以签证退掉安尼吼。啊我是伫海外将近30冬，唔捌来个亚洲呢吼。我去到日本，我拄到日本的过年吼，足闹热的呢吼。就讲啊，啊来只个无，佫算一两工啊，佮转来安尼吼。结果呢，消息就去到台北啊，有一个摕这个水电 passport 的人要来台湾吼，查，可能是我的款吼。啊，所以我转去到桃园机场吼，好食好的时吼。开始无问题，啊，将我的迄个生日拍来吼、哦，电脑就死咧死咧啊吼，就是讲即、這个就是黑名单啊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叫顶官的人来啊吼、哦，啊，顶官的即个上司来吼、哦，就啊叫郑先生安尼吼，我奇怪，伊那知影我郑先生吼、哦，就是咧等我啦吼，伊讲啊，歹势啦吼、哦，你签证吼。我们行政疏忽啦吼，伊讲行政疏忽吼，用唔对安尼吼，啊所以你袂当入来安尼。我这 passport 咯真诶呢，啊签证啊真诶呢，我哪袂当入来？伊讲袂使，歹势，我甲冻伫外口，冻到3-4点钟吼，啊尾啊，伊就叫4-5个少年囡仔吼，穿个皮诶夹克吼。哦，将我抓起来吼，我扛起来，我就伫走，就我甲扛去飞机顶吼，啊，即条飞机佫甲原机佫送转来东京咧吼。哇，迄当时是1991年伊正月，好啊，我是非常受气吼，讲这是我的故乡咧吼，我转来家己的故乡那袂当入来吼，我是一只细一只大汉的啊，即阮兜啊。那袂当入来，啊，所以我想讲安尼好，安尼无我用我家己的办法转来吼。所以我伫刚迄年的6个月啊，我6月吼，我就等上山机场入来啊，吼，入来嘛唔知影啊，吼，我伫但是入来我摕是别人的 passport 啊，吼，护照唔是我的啦吼，啊，但即个人和我有小可有熟吼。啊、所以看看，都这都无问题啊，都入来咧。啊，入来了，我就过几天，我就开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哈、哦。啊，你有代志来找我哈、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哈。我就讲，啊，这应该是无代志啊，等下家己故乡了，怎么做？哦，结果国民党咧用迄个国安法，就甲起诉啊，讲我违法入境啦哈、哦。啊，违法入境哈。哦在迄个时阵，1991吼，啊是1990，迄当时足济海外黑名单拢转来吼，啊有的是啊非法啦吼，啊坐船啦、坐飞机啦吼，但是拢判5个月、6个月，吼、啊，一颗罚金，啊，干人我甲判一年啦吼，啊一年就是安那呢，一定爱关啦吼。啊，所以结果呢，我回来过去要关一年吼，还差不多李登辉咧做总统吼，要关一年。关一年，我伫台湾哦，关3个监狱啦，吼，开始甲关伫土城吼，啊土城了吼，我甲抗议，讲我要家一个人一间房间诶，我无爱含其他人吼关做伙安尼。伊讲无啦，阮即落啊无所在安尼吼，啊佮你家一个惊你自杀吼，袂使啦呢吼。啊到尾呢，因甲讲迄个高雄燕巢，你若要去遐会使吼，家一个关一间，讲好啊。反正我你关的时吼，关到底拢相共啊吼，所以我就去到迄个高雄燕巢去遐关。啊伫燕巢了，我知影讲台湾有所谓的外衣间啦，吼，就是讲这个家家无围墙的吼，啊，搁拜六礼拜会使
会使请假出去的吼，讲有即款尴尬安尼，讲哎哎袂歹哦，来请看卖安尼吼。啊，迄、那个伫内底甲主讲啊，你袂准啊，讲会准袂准，毋是你咧讲的，我请来甲讲安尼吼，所以请的是哎，佫会准的吼，所以甲送去台南县的山上乡啦吼，要一个外衣间吼，啊所以。伫台湾要关三个家长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我一年吼365天，啊，一天拢无甲减嘞吼，关甲尾啊，甲知影讲，我若判两年吼，伫台湾若关一年，就会当出狱啊吼，啊，结果判一年，坐一年满吼，并有甲判两年啦，啊，所以这个法官嘛真苦了对了吼。调到甲判一年吼，啊，我就是要报这个鸟鼠仔湾啦吼，因为市长这个案吼，伊无法度甲办，吼，啊，利用这个案甲修理一下安尼吼。啊，当然这有一个插曲啦吼，因为迄当时我关伫台南县的时阵，拄啊拄到迄、那个啊县市长的选举啦吼。我想讲好啊，人无代志咧，我你关伫遮，啊无我来咪算一下选举咧吼，啊我就参加民进党的县长的初选啦吼，啊伊当时县长的初选呢，有四个候选人吼，我以后以外吼，啊佫一个立委陈东山吼，啊佫一个省议员即贾三省吼，啊佫一个省大教授杨德全吼。啊，甲我四个人拼初选呢吼，讲话我关伫内底是要哪去邮票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利用迄透早吼起来吼，啊，敲电话去邮票安尼吼，啊，结果投票结果呢，哦，说我第一名呢，吼、哦，遐伫为虾米拢拼输呢吼，哎呀哪嘞吼，啊，第一名是第一名，我国民党双把法。讲安怎呢？讲你服刑未完毕吼，未使去登记。我哪有这款道理？我登记啊，我唔是要投票啊，我是登记尔，哪未当登记？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差两三天，所以未当去登记吼、哦。我想啊，无差啦，有做无做哪有差吼、哦？所以我就退选啦，宣布退选吼、哦。所以就陈东山第二名出来选吼。哦所以陈东山就高票当选了呢，哈，这是一段插曲啦，哈。啊，即马讲啊，煞咱的主题煞无讲到安尼，哈。即马主要我这主题哈，就是咧讲咱这个台湾伫1895年哈，就是这个马关条约，啊，这个清国呢，将台湾哈。啊，挂号日本，吼、哦！啊，日本就是伫1895年，伊就开始接收还是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伊的兵呢，来到淡水河呢，无法度入来。伊淡水有一挂抵抗的人，吼、哦，伫淡水河遐遐炮口遐，吼、哦！所以无法度入来，所以日本军呢，改占这个北海岸，吼、哦！迄、那个二地迄边，等迄边登陆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慢慢向台北市入来安尼吼，所以这是迄当时1895年吼、哦，台湾割予日本，啊，开始的时阵当然是一挂武装的抵抗啦吼，啊，迄当时可能就是咱在台湾这人认为讲，啊，咱是汉人呢吼。哦啊，即马日本人要来迄个占领吼，啊，所以抵抗，吼、哦，开始是武装抵抗吼，尾、哦、啊一直到1920年代吼、哦，就变成做社会运动吼、哦，就放弃这个武装的这个抵抗吼、哦，变成做这个社会吼、哦、运动起安尼吼。啊，来下一页哈。哦啊，所以即马就是，等伫1920年代开始吼、哦，台湾人即精英吼、哦，啊，拢投入去社会运动，啊，
到即马个算算个吼，即马是2011年啦吼，嘛将近要100冬啊嘞吼。啊，即台湾人个精英，遮尼努力拍拼为台湾吼，到现在呢，咱台湾游玩啊，搁毋是一个国家游玩，啊搁是一个流亡政府个中国人来咧统治台湾啦吼。啊，我是讲啊，到底是安怎吼？是安怎啦？安尼，哦，台湾人咱无法度建立家己的国家，吼、哦，过来。啊，1929年吼、哦，大概吼、哦，有一个东京有一个新民会成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这个林献堂先生，吼、哦，台中雾峰的啊，林献堂先生组立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文化协会1921年。哦，蒋渭水啊，林献堂先生哦，啊，1922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哦，啊，这嘛是林献堂啊先生领导的，主要咧要求啊台湾人会当参加啊日本的政治哈、哦，争取台湾人的这个权益啦哈、哦，啊，1926哈、哦、农民组合成立哦，啊，领导者就是甘杰德刚安尼哦。啊，刚杰伊是一个老师，吼、哦，一个老师，啊，伊放弃伊个老师个教职，啊，来组织农民运动，吼、哦，啊，1927年文化协会哦分裂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有组织台湾民众党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台湾政治史内底第一个台湾人个政党，吼、哦，啊，1928年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共产党伫上海成立，吼、哦，啊，1930年呢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林献堂、蔡培慧先生，吼、哦，来领导的安尼，吼、哦，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主要就是啊，要争取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统治，啊，咱是日本籍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伫这运动中，吼、哦，真侪人。日本政府啊，起诉判刑入狱的吼、哦，有这么多人吼、哦，啊，这的人内底真多吼、哦，啊，即马看起来拢是真啊，对台湾非常非常有贡献吼。赖、哦、和先生吼，咱咧讲是台湾文学之父吼、哦，啊，杨贵吼，啊，捌得到这个小说的奖吼、哦，啊，真侪拢真优秀的。台湾精英啊，来啊！这个1934年哈、啊，有一个大洋展呐哈，因为我对这个美术哈啊较有兴趣哈 啊, 啊，特别讲这个代志啊。大洋展的成立就是过去拢有地展哈 啊, 啊，台湾的艺术家若要参加这个展览，啊是讲比赛，一定啊将因的作品哦。提起个东京吼，啊，受到日本的这个啊，日本人的评审，啊，较会当得奖吼，啊，所以因就认为讲，哎，安尼咱在台湾家己办一个大洋展吼，啊，家己来审查家己的作品吼，啊，遮个前期啦吼，遮个前辈画家吼，即嘛，咱拢知影非常有名吼。这个廖家村李兆条吼，颜水龙、李梅秋、杨三郎、陈林波，这个、名咯国际上真有名啊吼。啊，因的图伫国际上的拍卖吼，拢几啊亿的吼，可见因遮的人的成就吼，非常非常的。伫迄个时阵，就真无简单啦吼。啊，伫遮呢，这个头一个陈德基吼。啊，其实伊毋是创会的人啦吼，但是其实1931年就已经过身啦吼。啊，所以伫遮我特别讲起陈德基，是因为遮前辈画家吼，拢真侪拢受到陈德基的照顾啦吼。因为伊人真啊豪爽，啊厝里算作吼较有钱啦吼。啊，会当照顾遮后辈吼。啊，伊读即个台北师范学校是早期台湾吼上好的学校
哦，诶，北师的对，啊，伊咧，因为伊参加这个罢课运动哦，啊，所以学校将伊退学安尼，哇，退学了变怎？无学校人读啊，啊，所以当时这个一个日本的老师吼，即水彩的这个画家，吼，对台湾这艺术家非常吼啊照顾特别的一个先生吼。一个叫做石川啦、啊，伊是考啊吼，佮建议讲啊，你都莫到台湾读啊，你去东京吼、啊，啊去考试吼、啊，啊所以有写一张介绍批，啊介绍陈德基去东京吼、啊，啊去考试吼，啊伫东京伊有考着吼，啊受着东京这个美术学校的教育安尼吼，有这段故事啦吼。啊来，咱在1941年吼，太平洋战争啊爆发啦呢，啊，真侪台湾人呢，都因为战争的关系吼，啊，早期台湾人拢去日本留学，去日本读册，啊，战争这段期间呢，拢等日本转往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华北啦吼。咱咧讲个满洲啦，吼，啊，伊当时满洲成立一个国啦，吼，满洲国，啊，所以需要足侪人才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真侪拢去满洲，吼，啊，特别是医生足侪人拢去遐，吼，啊，但是真悲哀，就是讲台湾人去到中国迄款所在，吼，啊，无法度讲家己是台湾人，吼，拢彼此呢用白纸，吼。啊，来，你阿唔是讲啊，咱是台湾人安尼吼？啊，伊当时1941年嘛，真侪台湾人啊吼，无法度比日本留学啊，去即个日本吼啊征调去南洋作战的吼，嘛真侪啦吼，啊真侪拢无法度转来，死伫南洋的非常侪吼、啊，来。啊，1945年哦，咱知影这战争了吼，停战了后，啊，即个所谓即个祖国派吼，啊，都对即个国民党哦，就转来台湾啊，要来接受台湾吼、啊，所谓的回归祖国啦吼、啊，来。啊，但是呢，两年后1947年哦，咱拢知影吼，即、啊这个228的大屠杀啦吼。啊啊，遮济人，哦，都是有计划将台湾精英，哦，拢杀掉安尼，哈、哦，啊，照这个若日克的讲法，哈、哦，大概有20000人以上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但是真济人讲唔念啦，哈、哦，唔念20000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当时啊，的人口，哈、哦，户口嘛无足正确的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死亡确实的人数无啥知啦，哈、哦。啊，无被杀死的呢，啊，都、就是走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走就是像廖文杰因遮走来日本啦，吼、哦，苏明因走日本啦，吼、哦，赵雪红、杨克红走来中国去，吼、哦，啊，走去日本的，就等日本开始推动台湾独立运动，吼、哦，啊，伫1947年以前，台湾人还佫无迄个想法，讲台湾。爱独立，爱变成一个国家，无迄个想法。那一直拢想讲，哎呀，咱是汉人啊，吼，咱是满清啊，有诶无诶吼，拢是想祖国祖国吼，无想讲家己嘛应该会当建立家己的国家呢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1949呢，怎介绍是中国和共产党拍啊密密麻麻吼，啊，伊就。逃亡来台湾，伊当时1949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，所以蒋介石是中国人来到台湾的领土，啊，所以伊是流亡，吼、哦，这点咱爱真清楚，吼、哦，伊是流亡，1949年流亡来台湾，所以伊是一个流亡政府，啊，1945呢是。蒋介石，哦，民军派蒋介石代表民军
来占领台湾，所以1945是占领台湾，1949呢，伊是流亡台湾，所以中华台北啊是中国台北这个政府吼、哦，有两爿的性格啦吼、哦，一个是占领，一个是流亡吼、哦，啊，这咱来弄真清楚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1950吼。一个所谓的 ROC， 还是讲即卖咧讲中国台北吼，伊才阁挖起来。本来中华民国伫1949就灭亡啊咧吼，但是1950年伫台湾，就开始讲，伊要开始复兴世事吼，伊要去做总统啊吼，啊就开始做总统。啊，其实中华民国已经死啊，但是台湾阁挖起来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就是讲中华民国有100年，但是真诶啊假？1949伊就死啊吼、哦，啊，所以1950年诶中华民国，甲1949年以前伫中国诶中华民国是无共，是无共有断去吼，所以这是接袂起来，但是因诶讲法就是讲相共诶吼，啊，了后就是1952吼，啊，即旧金山合约。就生效啊！啊，这个日本就放弃对台湾的一切管理，吼、哦、啊，台湾的主权变作未定，台湾的地位，吼、哦。但1952年旧金山合约了，台湾的地位未定啊呢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1950、1960年代，吼、哦，就是拄拄阿咧讲的。台湾留学生直直离开台湾，出去美国，出去日本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这个伫美国的独立运动。啊，1957年，国民党呢开始开放地方选举吼、哦，啊，有所谓的省议会五虎将吼，这咱大家拢知影吼、哦。啊，1964年，啊，潘明明先生吼，甲伊两个学生。啊，有写这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吼、哦，啊嘛是要求台湾人爱家己来自救，成立家己的国家。啊，迄当时伊讲反攻大陆无望，吼、哦。伫1964年讲这个代志，还是太头罪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确实潘明明先生个食啊聪明吼，会定调吼，确实非常的勇敢啦，吼、哦。敢安尼讲吼，来，啊，1970年吼、哦、啊，伫美国就成立这个世界性的台湾独立运动哦，啊，这是正月吼、哦，啊，这个，伊当时主席就是蔡东营、张灿龙副主席吼、哦，啊，罗文良是组织部，陈良是外交部安尼吼，啊，我本人就是秘书啦吼。哦啊、所以这人即马拢伫台湾吼，啊，即马这人大部分拢无咧，无想要独立啊吼，因讲已经台湾已经独立啊吼，啊，所以拢投入去民进党的选举啦吼。啊，1970年啊，潘明明离开脱离台湾吼，啊，去到瑞典吼，啊，1970年代呢，就市长这个代志吼。啊，隔年1970年，一个蒋介石甲伊个代表吼、哦，被驱出联合国吼、哦。啊，这个真济误解啦吼，真济曲解吼。你讲哇，中华民国驱逐出去联合国，迄唔对吼、哦。去用驱逐出去的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，中华民国啊，佫留伫联合国吼。哦啊，伊个名呢，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所以即马真济运动咧讲，哇，咱来阁转去联合国吼，嘿，你无法度转去，你中华民国都已经伫联合国啊，你要转去倒位，吼、哦，是袂当转去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点咱来真清楚啦，吼、哦，是蒋介石个代表从孤独吼，啊，1975呢。蒋介石死亡，啊，77年，中了教会吼、
发表一个人权宣言吼，啊，这嘛非常勇敢吼，敢讲咱来成立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吼，啊，1978年呢，蒋经国继续啊独裁吼，统治台湾安尼吼，后来，佮说咧，啊，1979年吼，咱知影有这美丽岛事件啊，啊，佮这个。所以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了吼，啊，1979年有这个台湾关系法通过吼，啊，这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啊，美国先啊通过这个国内法，吼，就是美国认为台湾不是国家，吼，是美国管辖的吼，啊，所以伊较有可能成立一个国内法吼，台湾那是国家，伫倒。爱有一个条约吼，唔、哦、是即个国内法的即个问题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台湾关系法，伊讲197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吼，1979年以后呢，伊叫做台湾统治当局吼、哦、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、哦，伊无要个叫伊是中华民国，无要个叫伊是一个国家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知影。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哈、哦，来啊，1986年哈、哦、啊，民进党成立啊，1987年这个戒严啊、哦，这个戒严戒毒啊、哦，啊戒毒了后呢，这个政治受难者联谊会嘛，两个人去判刑哈、哦，虽然是戒严了啊哈、哦，啊1989年呢，第三名先生啊自焚了呢哈。哦来，啊，1990年哈，拄啊讲起哈，这个海外黑名单的哈，啊，一个一个拢变得转来哈，啊，变得转来拢投入去啊，民进党的选举啦哈、啊，来，啊，1991年哈、啊，咱知影有一个一百行动联名，啊，这个运动呢，废除这个刑法100条，啊，真正呢。啊，因为刑法100条关伫内底拢放出来吼，伊、哦、个意思来讲，你读过来，若想讲要颠覆政府，啊，都有罪啊吼、哦，这就是刑法100条啦吼、哦。来，哦啊，2000年啊，恁知影啊变啊啊，变成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吼、哦，啊，伊要咱咧讲啊，咱来正名运动，改一个名就好啊吼。哦啊，写一个宪法吼，咱就变成做一个独立国家吼。其实唔是安尼吼，这条路未通吼。啊，所以啊，变不但无法度正名吼，家己吼国民党拍来个乌了吼。来，啊，所以即马2006年吼，啊，林志升顶吼，这些人吼，各美国政府吼，啊，根据。这个旧金山合约吼，因这讲法就是讲，美国是这个合约的主要占领权的国家吼。啊，这个台湾呢是被美国征服的一个国家吼。啊，伫战争法内底是讲是美国未合并的领土吼，啊，未并入美国领土内底一个领土啦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被合并领土内底的人吼、哦，就是咱啦吼。这居民，咱应该会当享受美国宪法保护之下的基本人权。吼、哦，主要就是讲，咱有这个旅行的自由吼、哦，所以美国应该予咱这个旅行的证件。吼、哦，这向美国告哦。伊即论述向美国告，啊，结果呢？吼、哦，咱来看即个论述哦，经过美国的法院的验证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到3年后呢，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官，吼、哦，伊甲咱讲呢，讲台湾过去60几年来，吼、哦，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吼、哦，啊，无一个。一地林地的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国际社会中呢，
无有一个明确还是确定的地位。哦，那美国翻译真清楚啊，伫台湾的处境就是安尼哈。但是问题是，什么人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呐？哈，伊讲这个问题呢是政治问题，唔是司法问题。啊，所以从林志兴顶哈，这个案件呢，就伫搁置就对了哈，就是讲。因了解台湾的处境是安尼，你无国籍吼，啊你无一个一地两地的政府，国际上你无明确的地位吼，伊甲伊认定安尼，但是所来处理是政治问题吼，毋是司法问题。后来，啊所以啊美国啊一再咧甲咱讲吼，啊咱毋是一个国家，啊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啦吼。啊，佫唔是哈、哦，来，啊，所以即卖来讲，美国国会呢对台湾有管辖权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问题要解决呢，咱就是要找美国国会来解决台湾这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去，即、这个六月当时有即美国的听证会，六月十四吼，即、哦这个、听证会。结果安那，咱都无听，无消息，咱民政府无小可吼啊，讲这代志吼，即、哦这个召开听证会吼，啊、哦、是讲制宪大会吼，这真济工课吼，咱会当去争取啦吼、哦，来。所以我是讲，民政府应该爱做的吼、哦，啊，目前这个阶段就是那时候是爱重视。社会运动型的这个组织，吼、哦，咱来侵入去民间，将这论述来讲予台湾人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底台湾的处境是安怎？吼、哦，咱的论述是安怎？啊，咱即马才知影讲，台湾的问题若要处理，一定要美国、日本出面，靠我都处理这个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。现在2011年，咱这台湾的精英，包括在座的各位吼，咱来努力打拼吼，咱即马真清楚咱的方向应该安怎吼。我想以上吼啊，讲到这呢吼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起立。刘健，杨丽。谢谢谢谢